里部落客美食。今天伊娃来到林口文化公园夜市，要来看看阿基师韩酱铁板串烧鸡肉串烧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赶快去瞧瞧吧。怎么那么巧？你也在这里？你认识的？你们也来这里玩啊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点了没？真的很好吃。那赶快来看一下，我们赶快来拿一串吃一下，好不好？老板嘞，老板嘞，庐山真面目，老板嗨！哇，老板娘这么漂亮呢，怎么可以用口罩遮起来？哇，我想问一下，怎么会想要做这个鸡肉串？就是它很特别，因为我们腌制过，就很特别，很好吃。腌制过的，所以是很特别的。对，那特别是用韩酱，为什么想要用韩酱呢？因为大家现在流行韩式嘛。对，有种 안녕하세요 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讲话都有个优了。那老板娘，我们这个摊位在哪边啊？在 I18。I18，所以在林口文化公园夜市，记得要来 I18 吃吃看我们的鸡肉串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大方的老板娘，我看到了你们的鸡肉切得好大块，好大方哦！對對對，我来看一下。OK， 我来看一下，我可以吃了吗？这个还不行，马上给你吃。哇、哦，好期待哦！看起来是后切。我们也有辣跟不辣，辣跟不辣。对，所以其实不辣的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吃。对对对。好。那老板娘，我要加辣。好，我最喜欢吃。你们第一次吃到这个摊位吗？第二次啊，吃过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，很 juicy， 很 juicy， 哇 ，juicy 就来了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，真的，完全就是老祖过来的啦，谢谢你啊。其实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在这里一定要来宣传一下哦，林口文化公园夜市呢，一定要来 I18 来看我们的鸡肉串，而且它是韩酱哦，有一种韩风的感觉，闻到这个味道哦，鸡肉的味道很香，而且看起来就很嫩。哇，你看那个汁啊，整个这样喷上来有没有？而且我们的酱待会会刷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就撒上它特殊的中药。特殊的中药的酱，对不对？哇！现在闻到那么香，我就想要唱一首歌。什么歌？就是郭富城，你有没有听过？哎，还是新竹郭富城呐、啊！来来一段啊，一起来来，对你爱不完。因为我们在哪里？因为我们在 I18，所以真的是你爱不完。对，鸡肉串爱不完。我们的鸡肉串来了！哇！有辣的，我交给 T 小米。OK， 好，先帮我吃，先帮我吃。来，我们看着镜头，我们先吃一口。我们先吃一口，你先吃，先吃一口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么好吃呢？而且还在冒烟哦，然后这个油滴下来，好烫，哇，很烫哦，而且闻到的味道好香哦，真的很 juicy， 超大一块的，还有肉汁在滴下来。嗯，好好吃哦，好嫩哦。怎么那么嫩？哇！你要看，它的肉汁都流出来了。哇！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肉质软软的，肉质很软，对。主要是它的肉啊，非常的嫩，而且味道很入味。然后那个汁现在还在滴，有没有？T小米呢？哇！他觉得除了肉汁很多以外，他还有他的肉真的很软嫩。哇！谢谢大家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来到林口文化公园夜市 I28 鸡肉串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之前还是要跟老板说什么哦？对你，爱不完，不完记得要付钱了，所以才叫够付钱，够付钱，记得够付钱哈，谢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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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